这个真的好辣，我好喜欢。今日消费两百七十元，天气那个热，你们如果不晓得吃啥子的话，我也不晓得吃啥子哈。但是胃口不好的人，我说的来自贡，绝对找到你喜欢吃的炒菜、凉菜、蘸水菜。哎呀，今天那个热的天气嘛，必须搞个蘸水菜噻，那个吃起舒服凉快。走走走走走，猪肚儿、耳朵。来来个小金盆儿哈，来，然后你们炒菜那个一个牛肉丝，一个腰花儿，来来来，自贡的蘸水菜哈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红油香得不得了，把那个耳朵淋到那个蘸水头，一定要把那个搞烫哈，佐料味道扔在下头的，而且我要的那个是特辣，哇，嗯，哇，那个红油真的好香哦，然后那个耳朵也是特糯，嗯。嗯，来第二口鸭肠哈，它那个鸭肠看都是那种没打尖的，看到没？嗯，这家蘸水菜啊，它的符合味特别浓，知道吧？它不是那种干辣纯辣，手撕腿，手撕腿，好麻哟，手撕腿哈，来嘛来嘛，贴辣贴辣。别拿选手，我跟你讲。嗯，那猪肉好嫩滑了，啊，猪肚儿。哎，我有点遭不住啊，我是吃个中辣嘛，啊。啊。那猪肚儿不是脆，很绵，那你吃出来它是香乎，它让你有那种水润的感觉哈。我把这凉粉拌一下，那凉粉高头要加小米啊。我想那个凉粉觉得很辣，吃了都是伤心凉粉。哇！今天给他搞个鸭肠凉粉，分两个特辣，伤心猪耳朵鸭肠凉粉。哇，好好吃哦！嗯，那个凉粉吃爽了，哎，要回来了，来，我把那两口说了，啊，嗯。哇，好好吃！嗯，哇，这个凉粉不低啊，期待那么久的腰花了。脆嫩，好吃！我要吃饭了，来腰花的，老弟，牛肉丝，反正都是辣的，哈。哇，蘸水腰花盖饭，哇，整。嗯，来，青椒牛肉丝，好，那个牛肉丝的味型就是典型的盐帮菜味型哈。嗯，那个样子的自贡菜呀，你吃起来叫爽啊。这个真的好辣，我好喜欢。嗯，这是真的凉粉。嗯，你在自贡来吃，你才晓得啥是中国的心，川渝的味，一道自贡味，大到馋了。嗯，哇 ，nice， 今日消费270元。最后给你们总结一下哈。我觉得他这里的那个蘸水菜啊，高于他的炒菜。炒菜啊，反正是可能都是那种普通自贡的炒菜馆子都炒得出来的味道。我吃了那么多家那个蘸水菜啊，它的糊味最浓，它的花椒是最麻，因为它那个花椒是溅那个油头的，所以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和麻味，知道吧？所以它那个蘸水菜有特色，而且食材用得好哈。